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运气挺好的人，然后就是冯小刚导演能够这么多部电影都可以带着我一起拍，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这次正好有这个弄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跟冯导演一聊，然后这样就有了张立圭导演的加盟，然后特别感谢两位监制大力帮忙，然后还有这么强大的一个阵容啊，知道对于我这种年轻导演来说，其实能够请到孙小姐还有柏林还有乔这样的演员，其实是还是挺梦幻的。먼저저는홍철광감독님하고오랫동안함께제가조감독으로오랫동안함께일했던감독이고요그리고제가얘기하고싶었던게있어서그이야기를썼는데홍철광감독님께서프로젝트를해주겠다고말씀하셨고또거기에강재규감독님까지함께이영화프로젝트를준다고해서저한테는굉장히너무나커다란힘이되었습니다그렇게해서영화가시작이됐고요그리고또거기에다가저같이젊은이런신인배우감독한테손예진씨와진백림씨같은대단한배우그리고또다른훌륭한배우들이함께이영화에참여해준다는것자체가너무나기쁜일이었고굉장히영광스럽다고생각합니다네감독님말씀잘들었습니다자이번에는요영화속에서웃음을